者黄佩君台北报道，庆父造船承染国建国造的猎雷舰案，却爆出诈贷22亿余元、财务危机与中国地方政府合作等争议。赖奎表示，庆父频出高音壮士断腕，左立伟也纷纷呼吁应让庆父退场，由国营事业台船接手。金台船董事长郑文龙表示，台船绝对有能力及信心，也愿意参与，但接手意愿仍要看政府公布的条件。因当初台船与庆父的装备设计原则均不一样，要看国防部开出方案是否适合。承揽猎雷舰的庆父造船公司濒临破产，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也质疑庆父在得标前已与中国签合作协议，有国安疑虑。行政院长赖清德承诺将组成专案小组调查，必要时会壮士断腕与庆父解约。金朝野立委纷纷表示，希望台船勇于接手。民进党立委管碧玲表示，在猎雷舰案台船当初与庆父评选同分，仅输在抽签，台船已经在牛棚练球，有没有准备接手可能性？郑文龙表示，台船内部已有一些方案在研拟当中，若国防部有决策，台船会再与国防部讨论。郑文龙受访表示，台船与庆父规模差很多，台船也已做过100多条战舰，能力绝对超过庆父，但现在需是国防部后续提出方案，为何才能确定是否能接手。郑文龙说，一样是猎雷舰，台船与庆父的装备设计原则及扫雷设计逻辑是不一样的，要看方案是重做或是接手已有的设计。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也说，台船有90%都是商船，但国建国造是政府重要政策，希望台船积极一点，把猎雷舰的任务接下来。郑文龙也回应，虽有意愿，仍需看后续方案为何。